大家好，我是好雷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小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帅锅。不是大锅吗？我上次改名字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明明就知道，我上次也是讲帅锅。对，好久不见。我们今天要来做特别企划，请问是什么企划呢？愚人节特辑，黑白大。我们准备的食材在这里哈。现在呢，要来做愚人节会用的炸水饺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内容。炸水饺，对。他们完全不知道内容，他们两个就是硬要唠。我说水饺跟愚人节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到底想干嘛？是不是想整我？你们是不是想整我？没有，愚人节要干嘛？就是要整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要整我啊。所以水饺里面一定会放一些不一定是杯酒的东西，不一定是你的。我们放一些准备什么嘞？比较常看到的 Oreo， 但是我们已经先把它处理好了啊。这样比较好包，不然包一整颗 Oreo 应该。哦，还有现吃的。没吃到辣就不错了。辣椒干，不知道会不会辣。哎，这辣椒干长得很奇怪哎。下一个，我们要补充一点水果。我们的香蕉先生的香蕉，香蕉有被切得太恶心了吧？没有，我直接用嘴。下一个，来，这根是什么？那个听说是蛋卷，蛋卷。最后一个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最后一个冰箱挖出来的，那上次吃生鱼片用剩的，三葵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是要放用以上的，有人就是有点地域的料理来做炸饺子，气炸锅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准备我们的水饺肉馅，有绞肉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高丽菜，干贝皮。拿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青菜啦，反正也不知道弄得对还是不对。姜。好了，我姜先生取自己的小孩子要叫什么名字？姜小白。姜。然后，那我要来加一下，再加葱，哇塞，放那个。好，那再来加我们的香油，些许。然后从第一集开始就这样，清香我的脚本，都没有人讲他的脚本。我后面就可以了，再多一点啊。我们都靠感觉的啊，靠感觉的。我们靠米酒。米酒，你看一次放两只。好，加油吧。好 ，OK， 再来，拉拉。还有二白砂糖，有什么砂糖就放砂糖。哎，这个要不要动一下？放七匙。一匙。对。两匙。一匙吧。那我们还有酱油。比较长还比较多。好，拉拉的器具。酱油。是。太多了吗？太多了。这样会很咸吗？我不吃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常的料理。也有正常的水饺。抓这个肉好疗愈哦，真的。有感觉吗？撒尿牛丸。OK 啦 ，OK。我觉得很 OK 的，可以了。那你要把它弄成一坨。老婆，你来呀，你来。不会，只会关。OK 了吗？好了。我们要开始包我们的水饺咯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包水饺有小技巧啊，就是上面可以沾一些那个芥末，对，让它不会那个水饺跟水饺之间来粘在一块。好，现在拿出我们的水饺皮。我觉得不选这个啦。没有，等一下包的让人家看不出来啊。你有没有包？
爆出外星能量啊！好啦。小帮手呢，帮我们把那个水饺都藏起来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在什么。对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自己选一个开吃，一人吃几个？一人吃三个。三个。谁先选啊？赢的先选。啊好，你要吃了不？你要吃不？不。好，我最后一个。你要赢的先呢？赢的先呢？所以我就想说指定吗？指定别人？我可以指定别人吗？是吗？是不是？赢的可以指定别人吃吧？也所以你可以指定他们两个吗？可以可以。那我要指定你们一个吃这个，一个吃这个。哦！这个好像是不是绿绿的？这是什么？你们好像是正常的。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啊。我的好像是 Oreo 哎。我的是绿绿的。哎、欸，酱油，有手吗？有手吗？肉有没有手？肉有没有手？重点是肉有。都是鲜椒味。我在旁边都闻得到。你怎么不先吃原味呢？先吃一下原味啊。你吃原味吗？有闻的，有烧鲜椒哎。你得吃鲜椒，有蛮蛮幸运的啊，我觉得。我不想吃，我绿绿的。我是豆加酱椒。等一下辣椒，哦，我们辣椒全全冒。你们还放蛮多辣椒的。我里面好像没有肉哎，只有香料。谁包的？你那边没有肉是不是？我没有包脸的，没有包重复的，应该是肉很少。一二三，哎，我的还不错哎。看起来很正常，看起来你的看起来好像也绿绿的哎。妈的！我这想象是原味，这是我包的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看到黑的东西。这辣椒好辣！我觉得你不要吃太多，等下还要上工，你不要吃太多。不够！那面包超好吃。我是辣辣椒的，这是我自己包的。脸都红了。羡慕我！手在发抖，手在发抖。他自己包的，他自己包的。我没有包过那么多。哇，整包这样。电波爆浆了！对呀，你都羡慕了。哎，那个辣椒有点辣。好啊。可是不做吃的，不过喜欢吃辣的那一根辣椒。看起来不起眼的辣椒其实很厉害。三。我上了，我上粉了。肉桂、那个是肉桂。啊，他我觉得我的好像姜正软哎。我的是太小了。我好像发现香蕉哎。越大越不好哎。正常放的有辣椒粉，上面有辣椒粉。可是我觉得我正常是正常的。我的是正常的哎，我也正常的。我没有东西。哇！小帮手，等一下。我的有东西，怎么甜甜的味道出来了？我是蛋卷呐，蛋卷。哦，对对，蛋卷。甜甜的，哎，不错哎，差点忘了。哎，蛋卷还蛮香的。嗯，而且会有蒜香。嗯嗯，蛋好好吃哦。对，这样好口味的哦。嗯，好吗？结果今天整到谁呢？今天整到谁？自己吧，你先把芥末最多的。
那最后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咯，那我们就祝大家愚人节快乐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你要再麻烦你们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跟追踪我们的 IG。没有 IG， 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订阅我们频道。OK， 拜拜。